是由国小举办铁马小勇士的活动，超过十年了。当中学生利用一个多月时间来训练体力，由老师以及家长带领着学童来骑铁马。沿途经过四湖、东势、大溪等等的乡镇，不只是学生会当来了解着家乡的产业甲历史，也予大家留下难忘的回忆。祝福国小 ，Go！四湖国小的学生甲老师做伙来画加油，准备要骑铁马来实习家乡的特色。四湖国小举办铁马小勇士活动已经超过十年了，每一年拢会安排学生骑铁马来实习家乡，大家嘛利用一个多月时间来训练体力。也非常期待这边的活动会当顺利完成。你们这次是怎么样的旅程啊？就是骑脚踏车的。那、你们准备多久了？准备了一个多月。你里面最期待的是什么样的旅程啊？我每个都很期待啊。这次准备的时候，你们准备多久啊？我们准备了一个月多。那我们知道家乡的一些特别之处。你们这次最期待去哪里？期待去贝壳墙，去那个风力发电。你们这次大概骑多远？32公里。好好表示，运动不只是会当训练身体，培养兴趣。学生嘛伫过程中会当学习运动家的精神。借着骑车经过四湖乡、东势厝、大溪乡等乡镇，让学生会当更加了解家乡的产业甲历史特色，嘛为大家留下趣味的回忆。那我们主要的这个意义呢，就是让我们小朋友更加这个亲吻家乡的风土。更加对家乡有更多的了解与热爱，所以我们参观了邻近乡镇的相关的人文产业、宗教寺庙、生态等等，同时脚踏车的骑虎活动，我们也就是培养我们同学之间互相合作、纪律，这样勇敢探索这样的一个意义，希望它能够留下在。四五国小美好的回忆。透过骑铁马游览家乡，不只是让学生会当更加了解家乡的产业特色，大家嘛伫过程中互相鼓励学习运动家的精神，和这边的活动是相当的趣味，嘛为大家留下难忘的回忆。记者陈嘉欣采访报道。